兄弟们，今天来聊一下长岛四大女神之一的西西洞。她自己的这条视频自封的，另外可以保存图片稳赚 8.8 马内哦，因为找她要照片需要 8.8 起步。暑假的时候呢，我被这两个粉丝超过200万的大猪波网爆了，可是最后的结局变成我反网爆了他们。最后他们因为圈马内啊、吸面条啊、说退游啊什么的，不敢开评论区。想了解我和他们的前世今生的，直接看我置顶视频就行了。这次为什么发这条视频，是因为这个西西洞不知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没错，他又出来兴风作浪了。起因他和这个主播好像吵起来了，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评论区好多人都提起了我和西西洞。原来这个西西洞又在后面诋毁我，说我颠倒黑白，看不起娱乐主播什么的，还扯上他家大主播。真的要不是你们俩来招惹我，我都不带认识你们的，听都没听说过。首先我一条 2v2 装黄金视频火了之后，他们就破防了留言，然后西西洞还跑我直播骂我，问候我家人，我就曝光了西西洞都没扯他家大主播的视频，然后他家大主播就来评论区找事了。既然找事了，我难道不应该回应吗？至今他们还没向我道歉，反而诋毁我。我从四月底做视频就是发经典剧情，后来也开始打 2v2 剧情，不都是剧情有区别吗？这就是我的视频风格，结果搞的 2v2 就是他们家开的，我还不能打了是吗？另外在那件事之前是真不认识你们，听都没听说过你们，刷都没刷到你们的视频，这么简单的剧情和台词有脑子都能想得出来，所以你们怎么还破防了呢？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想想你们被骂的都不敢开评论区的时候吧。别风头过了，就当没事发生。西西洞你就又来颠倒黑白诋毁我了，你也就只能骗骗 XXS 找你举牌什么的。